102年北南乡民代表会举行第19届第6次定期会的开幕典礼，与去年一样，开幕典礼总计实习的北南乡民代表全部出席。北南乡民代表会往常一贯的传统，只要定期会开议开幕式，所有的乡民代表一定全部列席参加开幕典礼。第二页面金的数额表一件，建设类的提案一件，还有原民类提案一件哦，希望我们各位同仁哦都能尽自己的监督的职责哦用功的哦来做好这个审查的工作。当天议事日程安排由北南乡长吴兴义进行北南乡市政报告。101年各位所看到的这个结算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该花我们一定不吝啬，不该花我们一定会加强努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主计主任钱科室他们的这个控管之下呢，我们可以尽到这个最少的一个缺点。这一点呢就是在开辟财源的部分呢开眼节流，那么开眼节流开源我们目前都在努力当中。这次定期大会议事日程，除了乡镇总质询及例行下村考察之外，也将针对101年北南乡公所税入税出总决算进行审查。东台新闻张家维北南报道。